administration.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Before I begin, I'd like to, if I may, on behalf of Hope BP Church, to s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教会, Sister Kusanti and her family, her father, brother, Alan, and Sanders. We ask you to comfort her and her family. And also, I'd like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Pastor Key and Mrs. Key. 也继续为牧师和师母祷告, 为他们的康复, pray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back to LA 他们能够 soon. And, so, and also, 尽快地回到阿德莱德, lastly, 最后, it is always a joy and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call upon to preach God's word to his people. And while it is a privilege, I also enjoy really preaching God's word to you. So I have 能来这里与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实在是一个很荣幸的事。 When he texted me, and I said to him, do not hesitate to 当你们的长老 if there's any way that I can observe 找我来讲道时, 我毫无犹豫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这里和你们分享。 So,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begin our message today. And I've entitled today's message as the five solas.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 This year marks 今年, 是宗教改革的505周年。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s most of you are aware. 大多数你们都知道, 宗教改革是在1517年。 1517, 11月1号, 或说 1517年 10月31号的夜晚, Saints Da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calendar.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 将他的95条论纲定在了 德国 温滕贝格大学的门口, Wittenberg in Germany, or Wittenberg. 在那一天，马丁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定在了大学的门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简单的说，他要向罗马教会挑战有关信仰的基础。那时罗马教会出售除税券。 It doesn't exist. It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Bible. 然后这个赎罪券并没有在圣经中或在任何的教义中被提到。因此，马丁路德他挑战了罗马的教会。later came to known as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开始了宗教改革。 He was officially actually excommunicated 4 years later in 1521. 因为这个举动，他在四年后被教会逐出。 Officially excommunicat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4 years later. And this movement also gave birth to many of the finest theologians ever known to church history, like Luther himself and John Calvin. 宗教改革，包括马丁路德。 加尔文等等 the King James translations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 宗教改革者 als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and other 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活动 came out after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in a nutshell what came out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was the recovery not discovery of the five solas. 宗教改革并不是, it is the rediscovery, not, sorry, it is the recovery, not
宗教改革是恢复了宗教应有的面貌，而不是发掘了一个新的宗教。当你听到宗教改革和五个唯独时，你会想到什么呢？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his morning, the five solas, when we talk about i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solar systems, and or nor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five solar power options that you may have, and s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ll these things, and rather it has to do with 宗教改革和五个唯独。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五个拉丁短语及拉丁口号，总结了改革者的基本信心和重点。懂拉丁文的人就知道 solus 这个词是单独唯一的意思，也是我们英文词 soul 的来源， solo 的来源。为什么我们谈论五个唯独今天呢？因为今天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我们也要追溯我们的源头。你知道这五个唯独吗？你能够为他们定义理解吗？如果你不能，我们今天将要讨论这五个唯独。首先是唯独圣经。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为什么唯独圣经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那时候的信徒被教导教皇的所讲的是权威，直到路德1517年路德为此提出挑战之后，路德在1517年完成95条论纲后，很快就受到了罗马教廷的攻击。四年后，即1521年，他在沃尔姆议会接受罗马审讯，他宣称自己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掳。他说，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明显的理由所征服，因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议会，因为他们常常犯错，互相矛盾。我被我所引用的圣经经文所征服，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束缚。这就是他对如何回答罗马教廷。
路德的回应指向圣经，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唯一的权威，不是教皇，不是任何人的传统或议会。你会问为什么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呢？我给你三个原因。第一点，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只是圣经其中一本书，而是圣经里的每一本书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也说，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感动的意思是神的气息。神的气息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神的口。注意彼得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所指的预言即圣经的所有六十六卷书，圣经所有的六十六卷书，每一个字，每一段，每一句，都是受神的默示。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权威。第二个原因是圣经无错谬。无错谬，圣经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圣经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因为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来自神，神不会犯错，也不能犯错，因此圣经是毫无错谬。诗篇十八篇三十节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诗篇十九章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里的完全和全备意味着完全没有瑕疵，完整健全，没有玷污。诗篇一百一十一篇七节是另外一个例子，说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它的训词都是确实的。这里的确实意思是确定、忠实、坚定、值得信靠。是什么使圣经毫无错谬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神是完全的，他不能说谎。如果神犯错，或者启示了一些错误的事，那就不是神了。圣经不仅在救恩、人性、神学方面是毫无错误的，圣经谈到的每一个方面都是 无错误的，包括历史、地理、天文、生物、数学等等，圣经是完全百分之百正确的。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圣经是唯一的权威。神的话不仅是口神的默示，毫无错谬，并且圣经是足够的。当我们说圣经是足够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就够了。我们现在不仅有书版的圣经，还有电子版的各个版本的圣经。当我们说圣经是足够的，我是指其中的内容，他说启示有关救恩的内容是足够的，足以满足我们在生活境遇下所有生活境遇下的需求。他可能不能为你十二年级的考试提供答案，但他告诉你，如果你相信并寻求神的帮助，神会赐予你智慧。你若在每个方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求神，他将指引你的道路，包括你十二年级的考试。圣经可能不会告诉你该如何选择，但是他启示你要凡事为神的荣耀而行。圣经可能不会告诉你该跟谁结婚，然而圣经教导你要与信徒结婚。圣经没有教导你该如何教养一个完美的孩子，但圣经教导我们当以敬畏神的心教养孩子。因此这些改革家不仅是恢复了教会的教义，并且他们支持唯有基督。为什么唯有基督是重要的呢？一千多年来，在罗马教会，他们教导说，祭司有赦罪的权柄。他们的信仰体系里不仅有祭司、有教皇，还有圣母玛利亚等等。
在说唯有基督之前，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时罗马教廷相信所有祭司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们也承认基督是他们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而圣母玛利亚也是圣母玛利亚和各个圣徒也是也可以做中保。他们认为可以先向玛利亚祷告，因为玛利亚是圣母，这样圣子会听圣母的。罗马天主教认为教皇在新约时代的作用就等同于大祭司。他们相信教皇是受圣灵的感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没有错误的。什么是中保呢？中保是指把两方调解两方，使两方和睦的的中间人。而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一位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罗马天主教祭司不是中保。而新约的教导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我们不能赦罪。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是我们的大中保，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要做中保，
带领人与神和好。彼得前书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虽然我们在新约中被称为祭司，每个信徒都被称为祭司，然而我们并非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是有责任待人与神和好。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献上各样的祭，献上我们的感恩和奉献，甚至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大，不仅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的代祷者。在罗马天主教中，基督不是唯一的代求者，他们还有各样的圣徒。圣经中怎么说呢？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宗教改革者所信的，而并非罗马天主教所说祭司有赦罪的权柄，他有权利判断一个人是否得到赦免。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唯有来到基督面前认罪悔改，他便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改革家不仅相信唯有圣经，唯有基督，他们相信并且相信唯有恩典和信心。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恩典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方式。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教导是，救恩不仅是凭信心，还有行为。他们并没有否定恩典，然而他们并不认为是唯独靠恩典。他们看恩典更多像是一个有形的物质，而非神的眷顾，因为他们相信祭司和教华有赐恩典的权柄。然后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称义乃是白白因着神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加倍临到众人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神的话语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义，那是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那是靠着恩典。也就是说，人不能靠守律法而称义。宗教改革家相信 单靠恩典，并且通过圣经的启示知道我们是如何靠恩典通过信心，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此第四点是唯独信心，信心是我们唯一的方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然后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很多年前有
有异端的传教士 来敲我的家门，与我辩论说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他引用雅各书上的话。当你碰到这样的人时，你会怎么说呢？你预备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吗？当比如摩门教的人来敲你的门时，向你说他们我们是因为行为称义的，我想答案非常简单。保罗是根据创世纪里的话的经文写到亚伯拉罕说他因信称义，他从这个方面角度来写。而雅各当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经文时，他看到亚伯拉罕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人仍然是因信称义的，然而他的行为必须与他的信心一致。雅各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是凭行为称义，而是指他因信称义之后，他的行为与他的信心是一致的。因此保罗和雅各是以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亚伯拉罕的。所以当你碰到这样的问题时，你现在可以回答他们了。唯有圣经是原则是原则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是我们最终的权威，而信心是我们在行为和信仰上所要实践的。因此宗教改革家相信坚持唯有圣经，唯有基督，唯有恩典，唯有信心。而最后的唯独是总结一切的终极原则，即唯独神的荣耀，唯独神的荣耀。罗马教会相信圣经，相信基督，相信恩典和信心，然而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是唯一的，他们认为教皇也与圣经一样毫无错谬他们相信恩典还要有行为等等。这最后一个唯独总结了一切的原则，
恩典是，救恩是神的工作，唯有将荣耀归于神。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的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就是唯独神的荣耀的意思。并且小亚里问答第一个问答说。人生的目标是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第一，这个答案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们存在的原因是为了荣耀神。这是第一点。当我还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会想，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而生？我们为什么而生呢？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觉得他们是生为了吃喝，为了各样的活动，为了享受。他们有些人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团污秽的东西，只是一团尘土。但然而我们通过圣经知道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不只是尘土，虽然我们的身体是由尘土所造。还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然而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凭神的形象所造，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是神创造的冠冕。生活可以很辛苦，很压抑，如果我们只是一团尘土，只是动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盼望。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是有目的的。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人被造是要管理神手所造的，并将荣耀归于神，这是最初被造的目的。当我们再次 建主的时候，这一点将得到圆满。那时我们再次将恢复这最终的目的，最初的目的，最初被造的目的。我将讲两个例子，有关荣耀神。第一个例子是关月亮，我们知道月亮并不发光，它是反射太阳的光。月光是日光的反射，但它并非日光的全部反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个例子是有关父子，当儿子讲话说话行为像一个父像他的父亲的时候，人们常常惊叹他讲话行为举止言行举止就像他父亲一样。所以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当神造人按他的形象造人时，人若完全顺服神，他的态度言行举止要完全反射神的态度言行举止，虽然并非神完全的样子，但是他神一部分的样子。所以我们若顺服神荣耀神，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荣耀的。这就是荣耀神的意思。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我们或吃或喝都要将荣耀归于主。但人们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一点神的形象，仁慈爱心圣洁和公义，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行为 言行举止中，我们就能荣耀神。小艾里问答第一题的第二答案第二部分说，并永远以神为乐。神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目标和向往。我们要永远以他为乐。第一，我们可能觉得这两个答案这两部分有点没有关系。荣耀神和永远以他为乐有什么关系呢？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荣耀神有与神为乐。一个神学家说，神神在我们身上最当我们最显出神的荣耀时，正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最在神里面最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神里面，行在神里面，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在神里面得到完全满足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荣耀神的时候。
诗篇第一篇说，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位置，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也就是说，我们若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便是最有蒙福的时候。然而罗马书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能完全的荣耀神。唯独荣耀神，这是第五个唯独。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我们救恩有任何的功劳，唯独神。不仅今生，还有来世。这里我们谈到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这五个并不难记住。让我们都记住这五点，唯独。这是我们信仰非常基本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也记住，支持这些教义的经文，至少其中一节经文。愿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为宗教改革500多年前宗教改革向献上感谢，感恩那些为捍卫信仰的人，为圣经你所默示口头所默示的圣经献上感谢，知道它是毫无错谬。父，我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权威，是我们唯一实践教导和所学的。帮助我们是凭着恩典信心，唯有信心，唯有基督，我们因此得救，是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